有一种坚持叫家的味道，为了阿妈阿爸咯，坚持他们两个理念，让他们开心一下咯。变咗系铺头都系凝聚我哋一家人聚会咁样咯。努力传承，继续做得更好。辛苦系好辛苦啊，但系辛苦带嚟个开心。旧嘅饼铺又越嚟越少啊，而家咁啊，继续去研究去做好啲咯，唔好失传啦，希望。老派小店之必要，今晚九点，海 TV 77台。